小宝，时间不早了，走，赶快上课吧。好，我们出发。可是我想到太空船卡卡车。When balance yao com car into car run. As tai com yao com car was jumping stairs. Adapt anywhere. Can't run, just jump. Can't jump, don't go. Tai com yao com car, waiting for you. 大家好，欢迎收看小宝老师下。小宝，小宝，今天要玩什么？这个叫做什么车啊？太空弹跳车。太空弹跳车。这台车怎么只有两个轮子？好奇怪哦！你有玩过它吗？有，我在哥哥小小那里，哥哥小小跟我一样有玩过它哦。哦。它可以这样。哦，跳这么高？哇！跳。我没有看过车子会跳，哎，这台车会跳是不是？对啊。而且你手上还有遥控器是不是？哇，那它也是用遥控的哦。那我好想玩玩看哦。我教你吗？好，那我们要先做什么？装这里的电池，要先装电池，好好。那这个不要动，会飞出去。好，会飞出去。好 ，OK。我们来看装完电池之后它怎么弹跳吧。它的屁股后面有一个电池口，然后它一样有附它专用的电池，然后把这个插头拉出来。好，给我。欸、不能摔到，电池很怕摔。然后把这个装上去，装上去一样会叫哎。然后一样把它的电池再把它塞回去这个洞里面，最后呢再把这个盖子盖上去就可以了，装进去了，然后就长这样，然后它前面会亮灯，关灯，对啊，开灯关灯，哦，开灯关灯都可以哦。好，那我们要开始跳了吗？它可以跳很高吗？跳，哇，这种车比较不怕摔。好，你要往哪里去？哇，蛮高的。哇哇哇哇哇哇！好，有点失控哎。哇哇哇哇哇！到空旷一点，到空旷一点。哇，他跳到桌上去吗？你要不要练习看看他有办法跳到桌上去？哎。不要在我下面跳，我会怕。对对对，耶！它轮子是不是歪掉了？等一下，等一下，它怎么变成？它轮子可以变很多种变化，是不是？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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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档啊，踢档啊！它要这样转到什么时候？那它可以边转边跳吗？哇，边转边跳，好好笑哦！哦哦，去哪里？你不觉得它掉下来好像在哭吗？哇哇，它去哪里啊？跳两下，它要跳到家里外面了。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哦，太空弹跳车太好玩，谢谢大家的收看，小宝爱你说，我们下次见，拜拜。哎，在里面跳，哇，怎么口渴了？你看，你出来拜他了哦，拜他了哦，拜他了啦。好笑。